我新年希望呢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是真心的，但是很老套，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健健康康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健康这件事情太重要了。然后像去年啊，我妈就割了胆结石，然后我爸又头晕目眩，因为他中耳炎，挖耳朵挖到头晕目眩，然后胃又有一点胃溃疡，所以我真的意识到，就是健康才是最根本的事情，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嗯，对。过年会怎么过？过年一定是回家过的，十年来不变的，就是。啊，跳过啊！你有可以去你家玩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 ，Of course。你家住很近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他住屏东那个潮州那边，我是林洛。对，屏东，对啊，你也在屏东，是在找排咖。天啊，我千万不要约你，因为你会一夜带四没来。我都会下厨给好朋友吃哎、欸，我有吃过。对啊 ，Hebe 有吃过，他可以见证我的汤是不是煮得很好。虽然我不是马来西亚人，但是我有吃过。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吗？没有，让大家开心嘛，过新年啊，让大家 happy 一下。对啊。早上不要站中间。好，有好事会告诉大家。对，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，大家尽情开心的等待吧。因为其实就是想要回家过年嘛，然后其实我真的去过一次 Ella 家，他们家很好玩。我去过，你有来过？我是不是已经帮了？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对。哦，你刚出道的时候，对，差不多。对，有来。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。好啊，那你可以来啊，你来啊。好。啊，不要带太多人哦。没有。而且明年我有演唱会，对不起，我自己忘记。我明年就是有演唱会在小巨蛋。哇，真的，恭喜你！谢谢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。好好好，几月份？六年中的时候。年中的时候。好好好好，加油！感谢。我们希望是今年年底啦，但是就是，还是说真的，还是要真的要看 Selina 的状况，因为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些工作就有渐渐一起工作啊，所以但还是要看她的身体状况。但我们是期许今年年底了。嗯，对。前两天公司尾牙有没有被拱了？哦，有，我右手边这位青年富豪。那个捐得很开心，因为真的大家都一整年都非常辛苦，对啊。而且我觉得今年华研的尾牙就是真的特别开心因为大家都在，然后真的就是看了公司制作那个 VCR 就觉得哇，我们这个公司真的是大家都团结起来，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然后每一个艺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就是不停的工作，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努力，所以今年的尾牙过得还蛮开心的。安东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好像有个事情跟差点对啊，要不然你干嘛跟我站在一起？我也不晓得。不是，我们有要拍我们刚拍完那个《爱的面包魂》，然后2月3号要上映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支持一下。支持一下。那新专辑的部分？新专辑，我新专辑大概2月底应该希望2月底会出来，然后这次很阳光，然后很正面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张专辑的。好，那我要宣传。来，有什么东西赶快宣传。今天我们的龙腾虎跃101，有我跟宁安东还有林宥嘉，我们在现场 live band 表演，好酷哦，然后就是很精彩。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 live， 我有出影音馆。哎呦，对耶，真的，还有影音馆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一定要收藏，因为我在现场看就觉得太不得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，什么时候有影音馆，什么时候有影音馆，因为我想要每天都听。哎，赶快回应一下啦！答应他啦，你答应他啦，弄我啊，我就弄你。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，希望在音乐上有合作。然后他说他下次碰到我会跟我要电话，那你会给吗？我会给他 Ella 的电话。你超贱的，没有。那你不怕 Ella 又给他你说话吗？你说我会不会帮他哦？我帮不了他，我真的帮不了他，因为什么？就是我可以约他，就是让他一起吃个饭。对，但是傅征这个人的心房就是不容易攻破啊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追他，你就是得下一番功夫，然后要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姐加油喽！谢谢。